要当老板说，哎，我不是讲唔捌的工艺啊，你古董古董。哎，你好，你好 ，Kelly。主持人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Kelly。没有，那边是吴董事长。哎，吴董事长。吴董好。就会了，会了。对了，对对对。真的十八般武艺都会。我跟你讲，也不要用那个色情的角度看待我们这种大董事长，好吧？我们的工作环境里面，我们也需要赏心悦目。是不是啊？没错，他来每一个对面进到我们公司，感觉起来像进了侏罗纪公园，怎么可能？不行嘛！而且秘书真的是要贴身，这样24小时，你看了他一定要舒服才可以。哇，而且身材玲珑有致，那个腿正看成岭侧成峰，曲线太好了啦！对对对，线条。但是他曾经真的有遇过一些怪怪的上司，会对你毛手毛脚。因为住户嘛，有时候呀，下面不是会有宴会厅吗？偶尔邀几个朋友来小酌几杯，喝醉的时候就可能就会，妹妹啊，哎呦，身材很好哎，直接这样子跟你讲，对。而且重点是，这个时候他老婆就在旁边。啊，老婆在旁边，那老婆的反应是怎么样？就是直接当场就臭脸啊，然后就走掉。啊，你以前为什么是空服员？后来，我是刚毕业的时候考上空服员，然后后来因为那个你的第一份工作就对了，对，遇到了疫情，对，对吧？那个豪宅秘书，他们两位，因为他们没有住过豪宅，所以他不知道什么叫豪宅秘书。这一大栋里面都是大户人家。然后会整个有一个秘书群，真假的？他那个我不知道大不大，因为像我们家那个是有6个秘书，他们会轮班。那啊，你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告诉他，什么疑难杂症都可以，都不需要，生老病死通通问他。生老病死一条龙的服务就对了，一条龙，这边生病，然后这边就出病了。对，什么事他都帮你服务好。那么厉害，所以你也要处理这么多事情吗？住户的事情，任何事情 ，anything。你有没有遇过最夸张、最奇怪的？我有一次就是有一个住户说，那个不好意思，秘书，你们可不可以就是派一个女生上来帮我一个忙？然后他也不讲什么事，而且还讲明的是女生哦，秘密还要求女生。对，可是那个住户是一个女生，但他就支支吾吾这样子。然后我就说，哦，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那我马上上去。对，然后结果我一上去按那个电铃，门一打开，就一个女的，然后她就全裸。然后用手遮的点，哦耶 ，That's good。然后就说，不好意思，可以帮我穿一下礼服吗？对，然后我帮他穿衣服，可能是要去领金钟奖，换上一些礼服，有可能啦。但是他还有个代办写结婚证书的服务，有，我也有遇过，这个也要。是住户要结婚，就任何啊，他就说，可不可以派一个写字比较漂亮的女生上来？然后我一上去，我想说还要帮我写什么文书之类的，就他就说，不好意思哦，那个结婚证书就拿2张，然后就在那边叫我写她跟她老公的名字这样子，然后就也很奇怪，这样要干嘛？对啊 ，Kelly 会觉得我不断在审视你，对不对？不是哎，我坐在这里是在看他们两个主持有没有进步。一段来讲吼，无解何解？沙谷啊，沙谷啊，沙谷无球，无球，无球，无球。他有会帮客户安排婚礼吗？我们没有，但是我们可以帮你安排 dating 啦。啊，如果没关系，需要婚礼歌手，其实我们左手边有一个专门在帮人家结婚的，对对对，帮你们主持婚礼。哎，要不然你讲讲，你那婚礼歌手有没有留下印象很好玩的一集？很深刻，哎，这个印象我遇过一次。我讲一个要比我这个有趣的，男生的生命只剩下3个月，两个人要结婚，哇，我真的去表演，哦，然后
那男生并没有起来。我说嗯，啊，你新郎从头到尾坐到那边，后来一转过来，哇，那脸色是苍白的。然后他来告诉我，宪哥，你是我活下去的力量。哇，在台南麻豆，在台南麻豆，这很感动哎，这很感动。我以为在开玩笑，我那个主持人是非常的那个。然后下来，我跟他讲，人生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是活着离开人世间的。哦哇哦，我也会在有一天。你在天堂结婚，我一样帮你唱祝福的歌曲，这才是最屌的婚礼歌手。如果还有明天，你将怎样装扮你的脸？如果没有明天，该怎样说再见？停，好了好了，我讲。还给你，哎，这一段没有，这一段真的很帅，会不会有没有一点想要拥抱的感觉？有没有赶快去拥抱一下？我太帅了，我可以，我对对对对对对，不用不要。回到台北之后，一个月后，男主角就走了，真假？对。那才是我深刻的婚礼歌手哇，好难过，好难过，对啊，对啊，所以每次到麻豆，我总会想打电话问问他老婆，吓我一跳，对啊，问候一下，问他老婆。而且各位，你以为故事结束了，对不对？那个孩子，他们后来有怀孕，他老婆生了一个小孩，现在已经15岁了。追踪到现在。如果还有明天，好了，去抱一下，去抱一下了，不用了，要不然他不用不用，讲给你啦，有，我都不好意思拿了。明天我们还有录影嘛？有，对不对？你把那个主持的奖杯拿过来。两座都给你，那奖金也要给我，奖金也给你，奖金我们亲手交给点点。好的，好的，没问题。没别的事了哈，很棒，加油！那自己要懂得保护自己，好吧？不要任意着闯。这什么提醒啊？那你要小心那个在内湖一带那种什么维多利亚这种开头的豪宅，说姓吴的，对，小心小心，注意了。没有，因为跟老板呢朝夕相处，有时候会产生感情。会了，对对。好像还好，去抱一下了，去抱一下。先坐。谢谢，当 please。这是我们这个1号秘书了，来哇，第二位哦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今天的一日小秘书子晨。哦，哇，你给我讲话这样子哟。是啊，真的是打下去哦。你说承认多媒体产业，请问多媒体它这个字眼是从哪里来的？它的英文就是网络上，我不知道，应该就他们都这样讲啊。什么都不知道，多媒体今天来上班。合格。多媒体就是所谓的 domestic。所以它 domestic， 然后就翻成中文叫多媒体。哦，是这样 ，domestic 就是 domestic， domestic 是多元化的一个TV commercial， 就是综合啦。哎，电视广告或者 newspaper commercial， 大概是这些集合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当老板，我不是讲唔捌的公益啊，你。有抓到吗？太好笑了！这个椅子为什么抓成这样？我想联络秘书，这边出现了那个豪宅主人的命啊！